伤的不算重，我大号固定你就不要碰了啊，让你朋友这几天多照顾你一下。二十四小时之内呢，冷敷消肿。过了二十四小时之后呢，要热敷散瘀。这个脚腕啊，对运动员尤其重要，平时一定要注意啊。知道了。刚才辛苦你了，你就把我放路边，自己打车回去了。也没几步路，我还把你送回去。刚才医生的话你也听到了，我可怕你以后饿了。三根手指呢，这样。你看看，嗯，三根手指，来，你试试。我来。每个手指的指尖。OK。秦宇航，你有退烧药吗？一堂在屋子里躺着呢，这家伙发烧了。有，我去拿。这个，很快可以降温的。怎么发烧了？裸奔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一回来就躺那儿了。本来天天泡泳池就容易感冒，今天脚还受伤了。这个脚腕啊，对运动员尤其重要，平时一定要注意啊。